张萌在直播中爆料安家剧组的趣事，原来孙俪吃鸡翅的那场戏一下子吃掉了20多个鸡翅。张萌还透露了孙俪这么能吃还这么瘦的原因，那就是自律，一定要向娘娘学习。特别能吃，他好像很爱吃鸡肉，他那天正好去外拍吃鸡翅，到最后就吃了20几个。